中州风雪，配胡辣汤。二位，请来。在南方，少些见如此大雪。在西周的时候，他最喜欢在屋顶看雪。为何在屋顶？因为他是日后的太子妃，如果没有必要，宫里和崔氏都不希望他在人前露面。我们在祁兰寺初见那年，他刚刚来到军营。那为何不去东宫观礼？我答应过他，绝不观礼。在这里也一样，同样是中州，同一场雪，送他出家。爱情